电动车题材满天飞，选这族群漏最多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财经即时通，我是 Andy， 欢迎龙哥。哎，妹妹你好，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。我们之前一直聊到电动车题材是明年的主流啊。是。那在礼拜二杀盘的时候也告诉大家说，哎，真的不要恐慌，不要那么怕，买什么就对了。5425的台办就对了。对，那整个鸿海的 MIH 大平台啊，看起来都很热闹哦。是。还有没有下一档个股可以追？是的，这边我们赶快来帮大家追踪一下。那投资朋友，时间点呢，来到这边进入开始什么？平安夜、圣诞夜，外资呢已经开始呢放假去了，但是呢，这资金呢并没有打。它还是不断在盘面上找寻题材来去做操作。那同学们，如果你有关心一下美股，如果你有观察入股的话，这边你会发现资金流向都跑到哪一块？都在电动车、哦。对，都跑到电动车这一块。我们来看到这家比尔盖茨转投资的 QS 公司，这家是做电池的。那你知道吗？过去啊两天呢，它是飙涨了80%，过去五天呢是飙涨了130%。那这家公司到底在炒什么？炒这个电池呢，有机会打入这 Apple Car、这个电池打入 Apple Car 的电动车的一个零组件，所以呢，这边呢造成它股价呢往上去做飙涨。再看到另外一个大陆挂牌的这个林德时代，林德时代呢，在过去呢，在12月涨幅呢也是超过了30%，所以你可以发现这资金呢是集中了往这一块去做集中。那这也是我们过去一再跟大家提醒的，明年呢的重头大戏呢绝对是电动车。对，那电动车它有很多的零组件，它会怎样带动了其他的周边商品？那这些周边商品呢加成起来呢？大约会占一个国家1-2%的一个 GDP 的一个份额，所以这一块是一个产值非常大，而且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，从没有到有，这边是最有想象力 的。而且 Apple Car 它要做什么？它要做的东西跟这个 Tesla 会有点不太一样，它要建立起它自己的生态圈。有的时候，也就是说什么，之后你可能可以用 iPhone 来开车门，用 iPhone 来去发动这个Apple Car。所以整个题材，我们认为说到明年呢会老泪滚滚。所以呢，投资票请投票一定要好好特别去留一下这一块题材。那这一块题材到底我们可以从哪个方向去做？台股的机会。对，我们可以从哪个方向去做琢磨呢？中认为你可以从鸿家军来去做留意。那鸿家军我们都知道，它成立了一个 MIH 的平台，那邀请了各方人马来加入这个平台，来共同怎样？共同赚电动车这一块大饼。所以 MIH 到底有哪些概念股呢？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在12月22号的时候跟大家提醒5425的台办，当时的价位呢大概是在52块左右，那市场上一片恐慌，认为说疫情呢可能会对这个行情造来一定的冲击。但是我们跟大家提到，上上从来担心的都不是已知的风险，我们要大家不要去追防疫概念股了。你可以看到今天这个9919的这个康乐香还是往下跌的，你反而要把这重点放在什么？放在明年有机会成长的产业。那我们当初呢就是跟大家提到被动元件、记忆体，还有一个重头大戏车用电子。所以我们当初跟大家提到这5425台办呢52块左右，今天呢已经呢来到了一个涨停板了，来到60块左右，这边呢夯不啷当就为大家呢赚了将近了15%的报酬。那你可以看到当时在昨天的时候，我们有跟大家提到这个不好意思，在昨天的时候有跟大家提到，这个除了这个5425的这个台办之外，其实2481的强茂呢也是 MIH 的大联盟里面其中的一员。那你可以看到股价是连两天上涨，今天呢也是呢来到了一个涨停板的价位。所以整个题材你可以发现资金是持续的往这边走。那我们当初也有跟大家提到嘛，资金总是会领先在消息面前面，所以呢在52块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资金持续流入这一块，我们要积极去布局这52的台办，积极去布局2481的这个强茂。今天是怎样？今天可以开心开心去过平安夜。那除了这个52台办还有28的强，我们还帮大家准备了一档，这档到底是哪一档？就是6457的这个鸿康。那鸿康我们在12月8号的时候跟大家推荐这档，很早就说了，12月8号跟大家推荐这档。那当初我们要跟大家特别提醒，这个鸿康的全球 MCU 大缺货会带动它的产品报价往上涨。那如果你只是把重点 focus 在它的温枪产品的话，对，你可能会错过它后面这段，因为呢什么？它的重点是在锂电池晶片这一块。你可以发现，这鸿康跟这3373乐意走势有点不太一样，有落差哦。这乐意呢，股价是往下做回档，但是鸿康股价却是往上的。这往上的过程，
最主要是因为锂电池晶片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当初有特别跟大家去做提醒，所以你可以看到6457的宏康就是两根涨停板，这样夯不啷当也是20%的一个报酬。虽然我们那时候接下来重点呢，资金会集中往这个车用电子零组件去做去做布局，那到底说还有这个车用电子还有哪些个股值得我们去做追踪呢？就像 MIH 这些大联盟这些成员呢，其实鸿海有把它公布出来，你可以看到这边呢，哎，夯不啷当加起来也是这样，快200家。那200多家这些个股，我们应该如何去做找寻呢？什么时候它会开始发动呢？就请大家加入钟哥 Lite 跟 Telegram， 钟哥一一来帮大家做解答。以上，谢谢。是感谢龙哥的分享，财经即时通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